话如初看向太子妃。太子妃嘴角勾起一抹笑，冷冷的，让人心底发寒。哼，等着吧，知道我在这里都不来请安。我治了他的罪，宫中的皇后都无话可说。我倒要看看他来是不来。你也无需出去，在我面前他不敢放肆，你在别处碰上他却是要吃亏的。显然太子妃也没忘了前头他几次三番被陶侧妃发作的事。话如初笑，那感情好，我也放肆一回。果不其然，没多久外头便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只是听着便能觉出人数不少。太子妃又是一阵冷笑，哼，别的没学会，倒是把这排场学全了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受宠。话如初掩着嘴巴轻笑，这种话太子妃能说，他却是连应和都不行的。天家事天家意，他旁边看个热闹就行了。奴婢见过陶侧妃娘娘。外面云舒领着人中规中矩的行礼，不逾越不怠慢，让人挑不出半点错来。免礼，太子妃可是在里面？是，奴婢这就通传。看陶侧妃没有要制止的意思，云舒会意扬声道，禀娘娘，陶侧妃求见。请她进来。是，陶侧妃请。陶家看了眼散落在四周的着宫装的宫女，再看了眼云舒，莫名的笑了笑，抬腿往里走。连看守门户的人都是画室的人，太子妃这是在告诉所有人他对画室的信任吗？真是有意思，天家之人会信任一个外人，骗谁呢？进了门，陶家迅速换上一脸亲近的笑，远远的便道，哟，怪不得在外没见着人，原来娘娘在这里躲清静呢。抿嘴一笑，不等太子妃说话，陶家俯身一礼，妾给娘娘请安。太子妃笑得不冷不热，半躺着身体没移动半分，冲他点点头便道，起吧，你不是向来爱热闹，怎么也过来了？再爱热闹也得向您来请安不是？话如初在陶家进来时便站起了身，一直默默地候在一边。此时看他们说话有了间隙，便上前行礼，陶侧妃娘娘万福。快别多礼。陶家上前几步，亲自将人扶起来，那副亲亲热热的模样让外人看着还道两人关系有多好，好像以前的嫌隙从没发生过一般。华氏顺势起身后退一步，脱离他的碰触道，臣妾今日一早便被老太太安排了任务，这会儿正好要出去看看，免得出岔子，就不打扰两位娘娘说话了，一会儿再过来伺候。陶家倒是想溜，太子妃抢先开了口，去吧，今日老太爷寿诞，你恐怕是有的忙，已经耽搁你不少时间了。话如初朝着两人行了一礼，臣妾告退。陶家今日缠着二皇子过祈府来，一半多是为了光明正大的接近画室，可这话都没说上两句人便走了，岂不是白来一趟？有心现在就跟出去，可做得太明显，恐怕太子妃会看出什么来，那先在这里留上一会儿再说，一时半会儿的二皇子也不会走。想到此，陶家也就安下心来，看向喝茶的太子妃道，妾前一阵身体不好，您有了好消息也没去恭贺，怕去了反而冲撞了您，您别怪罪。看您气色这般好，想来一定是怀了个壮实的皇孙。这话倒也中听，冲着这句话，太子妃也不再冷着脸，抬脸露了个笑道，借你吉言了，坐下说话吧。陶家忍下心中的不悦，在陈嬷嬷搬来的锦墩上坐下，
心里涌起一种太子妃再给他上规矩的感觉。不说屋里这两人如何，华如初领着云舒等人离开，便低声道：东妃，你回屋去琢磨琢磨太子妃的事，明日去了太子府，不要说没把握的话。云舒，你去前院打听一下情况，若是太子和二皇子在一屋，姑爷也在那儿，你就叫齐安或者齐亮进去将他救出来，带我的话给他，那是天家的事，他不看不听是正理，就是两兄弟打起来了，那也是他们文家人的事。是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4:03，离5:00不远了。华如初叹了口气，一早上就开始折腾，还要费脑力，他都觉得有些累了，恨不得现在就到晚上了才好。那边厢，借着陪太子的由头，齐又很顺利的将迎客的事甩了出去，乍然从热闹喧哗的地方来到清静的偏厅内。齐又深深的呼出一口气，文玉单看他那样不由得失笑，看样子我还拯救了你。齐又喝下一大杯茶道：我以后就是能活到80都不多说。这话我可记着了。文玉丹大笑：80已是长寿了，到时你的子孙不给你做，都要被人戳脊梁骨了。齐又想了想，也就无可无不可了，到时用不着我迎客也行。顿了顿，又加了一句：只要您不来，我就不用相迎。这是说他也能活到80？文玉丹笑：文家的先祖里最长寿的也就是太宗皇帝，活到了67，我不敢想80，能活到66便够了。太宗皇帝轰那一年都还能自己上马，您现在都不够利落。这可真够不客气的。文玉丹恼羞成怒道：我倒是想学，可哪来的时间，一天天光府里那些事儿就够忙的了。每天一刻钟也是好的。文玉丹心有所感：你平日里从不提这事儿，今日为何抓着不放？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？没有。齐又摇头：这是昨日收到消息，林静又吃了百招。文玉丹脸色大变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二场败仗了。都是群饭桶，朝廷养他们有什么用？连个城都守不住，死伤如何？过半，主将战死，对方也有损伤。现如今已经10月份，对方也需要休养生息，待明年解了冻，一场大战免不了。可朝中已无将可派。这不可能，朝中武将虽不得以前，可也不到无将。文玉丹猛地收了声，前不久两位老将军突然致仕，若是放在往常，就是告病假都会占着这个位置，等他们的子孙能撑得起一个家族才会让贤。可现如今明明他们身体也还硬朗，却突然致仕，根本没提让他们的儿子再往上升一升之事。这是想避开战事，等太平后再来开口吗？真是想得够美的。文玉丹恨得牙痒痒，又问起其他几位武将，齐又摇头：他们不敢接主帅之位，皇上也不敢让他们掌帅印。所以你是觉得父皇会将我派去？殿下去哪儿我必会跟着，这点皇上知道。而我是祖父一手带大的，祖父前不久才献上兵书，皇上必定早已过问过祖父，我可学过。殿下知道我从小学的便是这些。齐老将军想让元吉从战场上为齐家重新赢回荣耀，而父皇想让元吉为他护航，将他推得更高些。可他们有没有想过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一个不好，齐家要失去顶梁柱，南朝要失去皇太子，
都是狠心的人啊。文玉丹心里泛起冷意，他连骑马都不利落，父皇却想要将他送上战场，这是打磨他吗？这分明是想要逼死他呀。怪不得元吉会着急，一而再地提起骑马。明日我便请个骑射师傅，你那边有没有趁手的人？有，明日我便将人送来。你再找几个适合我看的兵书给我，趁着还有时间，我得再给自己攒点保命的本钱。祖父呈给皇上的是抄录本，原本在祖父那里，我抄一份给您。文玉丹打的就是这个主意，能让父皇再好的东西差不了。有心了。正说着，外面便有护卫通传。殿下，莫先生来了，快请他进来。齐又看到莫文来，也不觉得惊讶，两人同效力于太子麾下，交情也算不错，老太爷作寿自然是要来的。要不是屋里的摆设不一样，臣都要以为这是在渊阁了。一进来，莫问就朝着太子行礼，边笑言：行了，在外就省了这些规矩，你怎的这时候才来？在外碰上老朋友聊了几句。文玉丹清楚莫问的底细，也不追问他是哪个老朋友，遂把刚才元吉的猜测说了出来。莫问听得极为认真，思考了半晌，道：这几日臣也有所感，总觉得那几个老将退得太突然了，还以为是要给谁腾位置，没成想是腾位置给我。莫问笑：可不是，他们都是为南朝洒过血受过伤的，按理来说都不是不战而退的人，可这一次臣现在才算了解了他们的打算了。英雄迟暮，再提不动刀上马，后人却不争气，心里不知道有多难过。文玉丹沉默半晌，道：这事儿八九不离十，提前做好准备吧，免得到时仓促。是。两人齐齐应下。文玉丹正想再说什么，便听得门外护卫通传：禀殿下，二皇子求见。三人对望一眼，齐又和莫问同时起身进来。是，二殿下请。文玉阳龙行虎步的进来，齐又和莫问刚准备问安，就被他拦住了。今儿我们都是客，元吉是主人，这一套就不必了。皇兄也是，天天在府里还没忙够，只得到齐老的宴寿上了，还只记得谈正事，难得能光明正大的松泛松泛，何必再揽着那些事不放。一番抢白，话里话外都是关切之意，用打趣的语气说出来，乍一听让人无法讨厌，可惜这里三人都是熟知他底细的，自然不会被他忽悠了去。文玉丹指了指对面的位置，示意他坐，道：我们也没谈正事，元吉嫌外面太过喧哗，借着我的名头做清静来了，所以说了说。二弟一个人来的。说起这个，文玉阳又是得意又是不好意思，毕竟皇子正妃没带，偏带了个侧妃出门，这传出去实在不好听，但是没办法，他被陶家几句软话一说就应允了。再说带着他出门也是件挺长脸的事，半推半就着就将正妃忘在了脑后，怕是又要闹上一阵了。文玉阳想起来就有点烦，不过此时他是怎么都不会表露出来的，摸了摸鼻子，一脸尴尬的道：带着陶侧妃一起来的，这会儿应该是去内院了。想到太子妃也在内院，文玉丹就有些不放心，可再一想便觉得自己多虑了，太子妃掌家好几年，
把府里侍妾管得服服帖帖，区区一个陶家应该无碍。再说还有华师在，那也是个精明的，当不会让太子妃有事。只是这时也免不了要摆摆兄长的谱，皱起眉头道：“宠妾没有错，谁的心还没有个偏颇？但不是这么个宠法，你这样置弟妹的脸于何地？今日杨家也有来人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会儿要怎么和他们交代？这不是当面打他们的脸吗？”杨家也有来人，杨家和齐家不是？文玉阳脸色一变，有些后悔不该感情用事，他现在还需要杨家的支持。可上次杨氏回府哭过一次，杨家对他本就有了不满，要是今日再知道他将杨氏当摆设，来这样的场合却带着陶家，恐怕老丈人不会给他好脸。文玉丹心下冷笑，脸上却不显。关系好不好不是这么论的，明面上大家都要过得去。要不这样，一会儿你让陶氏在内院，非你让人去请，别叫他出来，别让他们看到陶氏。如果杨氏问起，你还会应付过去就是。对，这样好。刘静，你去找到陶侧妃的丫头传话进去。是。面对文玉阳的道谢，文玉丹淡淡的笑了笑，便带了过去。蠢货，就算这里拦住了，齐府来了这么多人，又岂是瞒得住的？不用明日，恐怕这事情就传遍太原城了。杨家和齐家不对付，自然不会来得早。可就算来得再晚，亦有那唯恐天下不乱之人将事情告诉他们，真以为瞒得住？要是陶氏不出来，杨家人眼不见当不知道也就罢了，可陶氏会不出来吗？勾了勾嘴角，文玉丹再抬头时又是一副好兄长模样，哪怕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个假象。此时帘子被护卫打起。齐大公子，您的随从说找您有事。齐佑正想找个由子离开这，顺势便道：太子殿下，二殿下，臣先行告退。去吧，该是要你去帮忙了。退出门，就看到齐亮在屋檐下焦急打望，看到他脸上一喜，却站在原地没动。齐又明白他是有话要说，过来说不方便，便走了过去。何事？齐亮压着嗓子，声音几乎是飘着出来的，要不是齐又功力不错，恐怕都会错听了去。少夫人请云舒姑娘来找小的，要小的带句话给您。说。是。少夫人说那是天家的事，不看不听是正理，就是两兄弟打起来了，那也是他们文家人的事，让您避嫌。齐佑心下一松，看了四周一眼，低声道：云舒还在？没有，留了话就走了。小的又打听了下，云舒姑娘说刚才少夫人一直陪着太子妃娘娘，这会儿陶侧妃来了，她便借故出来了。知道了，你多留心内院，悄悄告诉少夫人一声，就说一会儿有人要见她，让她做好准备。是。既然出来了，屋子里他是不能再回去了。想了想，齐又往东边屋子走去，那里还有一屋子公子哥等着他。有些事既然避不开，倒不如干脆就不避了。呦呦呦呦，这是谁呀？我还以为你不敢露面了呢。一进门就被人拍了肩膀。齐又忍着不一掌挥过去将人拍墙上，冲他微微点了点头。梁世涛走过来推着他往里走道：他们嫌无聊，已经喝上了，你这会儿不忙了？嗯，酒够不够？你还怕我们客气？今日本来就是来喝酒的，不喝倒了不罢休。在门口拍齐又肩膀那人也跟着过来了，
他是穆家公子穆少云。这可不成，没看到嫂夫人之前不能倒。哎，齐大公子，这新夫人都入门这么久了，你也不让我们见见，看不起我们怎的？说话的是潘家公子潘玉。梁世涛一巴掌拍在他背上，把他拍了个踉跄。谁看不起谁呀？不会说话，齐大公子是那样小气的人吗？我是。齐又给自己倒了杯酒，举起来向大家遥遥举了举。我是小齐，不过见你们无妨。这会儿他在内院陪太子妃，一会儿他得闲了，我再让他过来给大家斟酒。哟哟哟，好样的，那我们就等着了。大家都举起杯来喝进杯中的酒。对于齐佑这人，虽然从不和他们玩闹，但是不管在什么场合碰上了，他从不扫他们的兴，有事求到他那儿他也帮忙。要说出息，他是他们这一辈里最有出息的，虽然闷了些，人缘却出乎意料的不错。要是一般人，他们还不乐意这么上赶着来和他们夫妻一杯酒呢。本章播讲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。